干，怎么来这关呢、啊？干掩护林，靠腰里，这关是悲剧之关呢、欸。我带神配件，然后给我玩这关，看来难玩了，真的。真的难玩，真的难玩。全被封，然后就倒了。喂，哦，那么也是复仇邪神。我救！我救！这关真的悲剧。一休一休。哇，又倒了。啊！120秒没啊！锁太久了吧？我得救！喂，这关怎么回事？哎，干嘛？走！不知道，还不知道。什么小箱子在这啊？喂！小箱子怎么在这啊？哦，这关一直救人就好了。我一直救，我一直救人呢，天哪！不管，先修一波。我一直救人，修！先修开机。喂，小僵尸冷静。
我得救他，他挂，他挂。看这关真的是狗关欸，对人来说。好，你救，你救，你救，我修，我修。真是狗关欸。这关不行啊。哇，队友都被挂完了，怎么玩啊？我得救，我去救，我去救，对呀，救。不要从正面，从后面。撑住，撑住，队友。不要欸。靠腰嘞！这关真的太狗了。没什么可以溜他的地方啊。OK，走，别走这，骗他。啊，shit，不行，完了这关。天哪！可恶可恶！看，不不不不全不全看，不不不不不不，写写，不全不全，妈的！好啊，走那边。哇，过来啊！那台要先修好，应该追那个。还是得修。是，完了。天哪！靠腰里，啊，不行不行，这关
没什么地方可以绕。这关太悲惨。啊，没办法，没办法。我，鱼鱼。要么就是救我。啊，没摸成功，剩一点啊！枪！枪枪 ！What the fuck？ 人家危险呐，不可以这样。那个危险，那个危险，小心，危险，这样危险，哇，狙击，狙击，哇，没办法，这关，人类的梦魇，天哪，有点惨，但我应该分数蛮高吧，救人，救那么多次。没加，天哪！逃生太低了，差一个，傻眼。